还是在车瓦布吧？这二手的。你用不？这个用不用？冇冇。还没，还没。因为刚签还不到一个月了，那上一个车子烂烂。刹车坏掉了，然后拉手刹。手刹拉完，然后就清烟了，然后清烟后楼下来。他这台车瓦固吧？应该很老了，这台车，这二手的。因为刚签还不到一个月了，上一个车子烂烂。